吧。好，我再提醒大家一下哈，因为我们这边的路况不是很好哦，所以如果说我在喊说上车咯，你还在拍照或者上厕所，不要赶，因为前后佛差佛无尽哦，你就照你的正常步调走就好，你不要用跑的，万一跌倒了哈，因为我们这边都是水泥路面，还蛮硬的哦，你会跟他硬碰硬，所以我如果喊说上车咯，你们还有别的事情在做，不要急哦，前后没有差五分钟呀哦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去国之北疆喽，好。中间一条，然后旁边两条。